学校区域的安全。啊，怎么都停下了？明明是绿灯啊。没看到斯库比停在那儿吗？这是学校安全区域。学校安全区域，来决斗，多奇。好，哎呀，我的卡片，真幼稚。行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拜托，你能不能开快点啊？在学校区域也就开这么快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路上就会有孩子突然窜出来。哎，哇，这是怎么搞的？学校附近发生的事故比以前多了。我觉得汽车在学校安全区域内开得太快了。可是孩子们觉得学校安全区域是没有危险的。要没有学校就省心了。什么？孩子们会喜欢这个想法的，海莉。我们应该普及一下关于学校区域的安全知识。正好到了在学校附近指挥交通的时间，让我看看有什么好点子。珍妮，你自己先回家吧。你们俩呢？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我们从后门走了。我知道，你们是去买那些幼稚的游戏卡吧？再见，明天见。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幼稚了？你说我们今天能抽到超级战士卡吗？我有预感，今天我们的运气错不了。走吧，多奇。好，托比，我在这儿。妈妈。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。哇！他们真的进新卡片了。我们快进去吧。哎呀呀，倒霉，又是校区。哎，对了，我可以走这条路。辛苦了，波利。注意安全，斯库比。哎，这儿行了，我到后门那边看看。什么呀？全都是些废卡，真没劲。你呢，多奇？这就是。不会吧，传说中的传奇金融卡耶。哇，嘿嘿，早该走这条路。呀，怎么回事？真是的，都让开。真是的，我还是快点穿过去吧。来决斗，凯文。救命啊，饶了我吧。站住。又是孩子。有车。我的传奇金融卡。危险。嗨。你们两个没事吧？玻璃。你难道不知道在学校安全区域内必须要减速行驶吗？实在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们会那样突然窜出来，是我不好。要知道学校区域是孩子们的保护区域，你要是着急的话可以走别的路，但只要经过学校区域，不管有多急的事都必须慢行。好的。凯文，多奇，你们两个仔细听着，学校区域虽然受到保护，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。每天进校和离校时，校门口都会有很多人和车，这时其实是很危险的。出校门时不要跑出来，也不要在路上玩耍。下校车以后，从车前穿马路是非常危险的，你们千万不要那样做。我们记住了，波利。你们俩这些天没玩卡片吗？我已经有点玩腻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因为有一张超级无敌勇士卡。超级无敌勇士。孩子们，你们好。你好，波利。
哦，对了，是什么无敌勇士啊？这是秘密。怎样过马路才安全？凯文，凯文，快点了，我们都晚了。我独门秘制的恐龙，不错吧？什么不错呀？跟你长得一样难看。那你准备了什么？有本事拿出来看看。看就看，你这个破恐龙怎么能和我的宝贝比呢？嗯，破恐龙？哇，真不错！给我吧，给我吧。不行，这可是我送给珍妮的生日礼物。还是给我吧，珍妮她不会喜欢黑乎乎的大甲虫的。谁说的？总比你的怪物大恐龙强吧？你说什么？就是你。那我们去问问珍妮，看她到底喜欢哪个。好啊，那我先走一步了。你给我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！让开，小鬼们，胡伯爷爷来了，都给我让开。我是送货郎，送货忙不停。借光借光，不要挡道，我这还忙着呢。你忙关我什么事啊？什么？你快一点，别挡道。哦，好，加油走喽。早干嘛去了？差点撞上，太悬了。胡伯，您的车越过停止线了。Polly。要是正好有小朋友过马路，那多危险啊！对不起 ，Polly， 刚才我有点急。特别是快到人行横道时，一定要减速哦。这回我记住了。绿灯了，先走了 ，Polly。胡伯，胡伯真让人不放心。别挡道！你推我了。过了马路就是珍妮的家了。干嘛？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过分！没看你红灯了。什么？你是怕输给我找借口吧？你说什么？明明我在你前面。我刚才都已经追上你了，还不服？胡说！那好，我们再比一次，怎么样？走吧，这次我一定能赢你。那个波斯提总挡着我，害得我都耽误到站时间。波斯提，这次我非超过你不可。这回可真要出事了。预备起！胡伯，您怎么又没有减速呢？你们两个没事吧？凯文、多奇，就算是人行道，突然这么跑过来也是很危险的。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绿灯了才过去的呀。真的是绿灯，绿灯一亮就马上过人行道，这也是很危险的行为。因为有些车车速太快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或者是没有看到红灯。那要怎么过人行横道才是安全的呢？总不能长翅膀飞过去吧？别担心，只要记住这三点，养成习惯，就可以安全地通过人行横道了。哪三点呢？第一，过马路时，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，都要先在路边停一下，四下张望一下，因为会有一些车不遵守红灯停车的交通规则。第二，通过前要看清楚是否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，要和司机有目光接触，确保你通过时不会有车启动。第三，通过马路时眼不离车，一定要确保你看见了车，司机也看见了你。这回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们要记住，过马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安全而不是速度。都知道了吗？知道了 Polly。 生日快乐，珍妮！谢
谢。珍妮，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礼物，你喜欢哪个？恐龙更好，恐龙、还是大甲虫好？选甲虫，选甲虫。这都是什么呀？你喜欢哪个，珍妮？两个都讨厌。往车辆中间跑很危险。吃我一枪！哟哟啊！哎哎哎！哎哎啊！啊！哦！嗯？嘿嘿！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击中目标！砰砰砰！啊！也中弹了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！哎！哦哦，喷了我一脸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马斯提爷爷。没关系。对了，路易斯先生的家在哪儿啊？我知道在哪儿，就在那边那栋蓝顶子的。啊，这回就好找了，谢谢你。再见，马斯提爷爷。打到你了！你犯规了！我是超级战神！怎么了啊？等等等等，没水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骗我了，等一下。哎呀，人可真多呀，好吧，里面不知道挤成什么样了。小巷本来就窄，摆这么大的牌子，影响司机视线的，很不安全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把它拿走，波利。好啊，那就拜托了。我说，您怎么能停在人行横道上呢？您挡住孩子们的视线了，这怎么行啊？对不起，我给忘了。现在你可以通过。是不是不认路了？我可以帮你。那太好了。躲哪儿去了？哈哈，找到你了！哇，这里好多车呀，多奇肯定藏在这附近。就是那栋蓝顶子的，我认识了，谢谢波利。再见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这么多车都停在路上啊。哈！是我一枪，正义的水枪，我中弹了。没事吧，凯文？波利，凯文，多奇，你们怎么能跑到马路上来玩？这多危险啊！对不起，波利。你们知道吗？往停着的车辆中间跑，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会增加18倍，真的是危险极了。18倍？是啊。个子像你一样矮的孩子往车辆中间跑，行驶中的汽车很难发现你，因此从停在路旁或者停车场的车中间经过时，要先观察四周，然后小心地过马路。就算是在人行道上走，也不能在车前跑跑跳跳或跑到车辆中间去。此外，因为不知道车辆什么时候会启动，所以绝不能在停着的车辆旁边玩。知道了，波利。
你终于出现了，和我决斗吧，多奇。好吧，我们数到三就开枪。好的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我的怪物水枪怎么样啊？你耍赖，多奇。正义的水枪啊！经过施工现场时，再见。我就喜欢现烤面包的味道，真是太诱人了。你好，斯库比。你好，凯文。嘿，多奇。凯文，我哇，这个看着好好吃啊！这叫苹果肉桂丹麦面包。苹果肉桂松软的面包，加上新鲜苹果果酱。天哪！多奇，让我尝尝。哇哦，多奇真的好好吃啊！给我留点。大家都过来。市中心有个地方要进行施工，彼得说到时候会同时有建筑改造和排水施工。也就是说，有的路段要临时进行。海莉，你去指挥车辆绕道行驶。罗伊，你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工作。没问题，波利。安巴，我们一起去张贴警示标志。好，好。为了布鲁姆镇的安全，聪明神勇的救援队出发！出发！多奇，跟我去踢球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得去别的地方。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再过一会儿，我最喜欢的草莓起司棉花糖蛋糕纸杯糕就要出炉了。草莓起司？什么糕？草莓起司棉花糖蛋糕纸杯糕。哎，你是怎么记住这些名字的？6点钟卖丹麦牛奶面包，8点钟卖法式长面包，12点钟法式吐司，2点钟卖我最爱的啦啦啦啦。前方施工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了？建设施工呗。不，可能早上还没有施工呢。太窄了，是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刚刚施工的？最近出门可不方便了。小朋友，前面施工封路了，你们得绕道走。希望是在新建一个大游艇。嘿嘿，多奇，我希望是建一个新网吧，你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过去看看。多奇，你去哪儿？叫呀叫啊，叫不停啊！叫好了，走嘞，小心，小心。不要啊！不要！叫呀叫呀，叫不停，水泥搅得软又好。危险！不要！停下，米奇！怎么了，罗伊？你后面有个孩子！这真的吗？你没事吧，多奇？我没事。刚才太危险了，多奇。是啊，建筑工地附近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一直都是从这里走的。多奇，凯文，你们两个仔细听着，施工现场到处都是危险，所以要格外注意。施工现场有很多重型机械设备，不停进进出出，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被伤到，经常会有砖块或是其他施工材料掉落，这都可能会伤到你们。知道了。另外还有，虽然有安全围栏，施工现场还是很危险的，因为道路窄，免不了会发生事故。发现有施工的地方，绕开施工路段才是最安全的。所以在施工结束前，从安全的路返回是最好的。如果一定要经过施工现场时，选择允许通行的道路，在大型机械车或卡车完全通过之前，选择在安全的位置等待。真不知道施工现场会这么危险啊。今后我们会注意的。那就好。谢谢你，斯库比。
路上要小心哦。凯文，我们应该走这条路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那边施工。爸，现在好多了。是啊，终于完工了，这下好了。啊，等等，完工了。我说你去哪儿？太好了，面包房还在这里。喂，我们进去吧。好，走。你好，请帮我拿一个草莓起司棉花糖蛋糕纸杯糕。嘿，多奇，还有我呢。啊，对，给我来两个。